那个假戏叫做在窗户那边的男人，什么鬼啊？开始。他前面那个 yes 是什么？啊？啊？这是恐怖游戏吗？还是这是什么？兽人 game 啊？我不知道，兽控 game 刚 好有一个多肉植物叫做兔耳，然后它的那个它的耳朵就跟那个多肉植物的叶片很像。他说：“哦，我的小星星呐、啊，我好累哦，哟。”今天好累好久哦，我是他的孩子啊。看来我每天回家都越来越晚呢，因为工作很晚，我最好试着睡一下，工作太晚。他需要早点起来帮孩子做早餐。孩子，这是谁啊？妈咪念故事书给我听，妈妈妈妈妈妈，你怎么了？这么晚还没睡觉？你明天还要去上学，但是妈妈，书里面的人要抓我啊？什么人？什么书？在我的故事书里面，你看，窗户旁的男人，什么鬼啊？给我看看，什么破书？他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人，他笑的时候，嘴巴会裂到耳朵这边，这样这么大一个笑容。这个男的在晚上的时候会到处游荡，他安静的从窗户偷看进来，然后寻找一个东西，他只需要寻找一个东西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新朋友，因为这个男人非常的孤单。当你听到窗户有敲窗户的哒哒哒哒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找到新朋友一起玩了。现在你只有5秒钟，在他把你带走之前，不，5分钟，傻小，太难了吧？所以只有一个地方安全吗？妈妈的屁股里，总该不会检查了吧？这只是一本吓人的故事书而已啦。你读这个你还太小了啦，不能读这个，就会把你吓翻、吓炸。但是妈咪，我看见他在外面了，我真的看到了。这只是一本故事书这不是真的啦。现在把你的毛茸茸尾巴塞上床，回去睡觉。哦，你现在再不睡觉，明天就起不来了。啊？哎，有人敲我，等下我大声一点。有人叫敲窗子，哎，是他，他就在外面。冷静点，不管外面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保证绝对不是那个怪物。What the？你这本书是哪里来的？我回家的时候就放在桌上了。这是你买给我的不是吗？没有，我才没有嘞。靠腰完蛋，那怎么办啊？我是妈咪哦，你躲这里，啊？你怎么躲啊？电视里面能不能躲啊？那个故事书看完之后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能躲哪里这是他工作的书，打开盒子，哦，有钥匙把钥匙收起来。要躲在桌子底下吗？不要，这边的，我可以走出去啊。哦，我可以看外面啊。躲进冰箱，不要，冰箱他说不行嘛。存水的地方也不行嘛。他说我有5分钟哎，干走开啊妈的！先用沙发挡门，好，
也许可以用他把门挡住，要需要两分钟，所以总共五分钟让你扣，然后你要把安全的地方布置好，比如说先把门挡起来，小孩可以躲进去，但是妈妈躲不进去。我还可以看故事书吗？等等哦，五分钟了，看不会吧？这个男人来到你的门前，然后门没有锁，然后有一个大椅子挡住了。但北七我没有锁，我死定了。我看看他会 找什么地方啊。你开一盒甜甜圈给他吃，也可以浪费他的时间啊。他吃完东西也会浪费他的时间。一个道具阻碍一分钟。他没有检查冰箱啊。他会检查水槽。没有找到东西。看，他直接看到我，找到了他的新朋友。哇！他一定还在附近。我绝对不能，他绝对没有那么快就把我的孩子抓走。我要找到他。哦，他跟警察报警了、啊。可是他把他孩子抓走的时候，兔子妈妈怎么没有阻止他、啊？他说他阻止不了、欸，什么鬼啊？拜托，赶快找到他，拜托！我也要躲哦，重来一下，重来一下，是不是有点难啊？哎，有东西一直撸过来耶，哎，真的有东西耶，不好小的，锁其他房间，好愤哦！太近了吧？按键点道具，我不知道哎，没有任何使用的方式啊。哦，锁起来，我就直直躲在浴缸里面，完全没有躲啊，搞屁哦！他从门来了，所以正门也要锁啦，都要锁，他把门揍开了啦。能躲的地方其实没有很多哎、欸，那这样子妈妈根本没地方躲啊！莫大只，看不到吗？那啥小。他要找多久啊？五分钟吗？我要被抓了，还是把小孩子丢冰箱啊？哇，妈妈好像只能躲浴室啊，没地方塞得下去了。这次我都有锁哦，疯狂的揍门。有锁，你还是一样，椅子会被推开，只是稍微浪费一分钟而已，一模一样。吃甜甜圈浪费一分钟。只要拖到五分钟了，他还有三分钟需要拖。他怎么会随机先检查冰箱啊？刚刚怎么不检查啊？会改？那我根本没有安全的路线给选嘛？那我输了啊！
检查，看运气啊。他剩最后一分钟了哦。撞门，剩三十秒，去检查水槽，谢谢。你看不见妈妈在那边哦，我是不是赢了？那么肥一直在那边看不见。那时间到了吧？哦，这个男人的时间到了，而且他也知道，所以很快的来又很快的去。他从窗户离开了，不是啊，窗户的男人离开了。哟，这个好恶心哦！恭维啊！那小画面下面就一堆奶是干嘛？讲话、啊。关门，我们安全了。妈咪，他走了吗？他走了，不用担心。好嘞，我就知道你能够做到。Oh no！ 他把所有的甜甜圈都吃了，差点把我吓死。我以为他在我们家嘞，他还会再带其他的，明天再带来给你吃。好，不要再读那些诅咒的书了，好吗？我不想要再经历一次了，但是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《门从门来的女人怎么办》？怎么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！哈哈，吓死死小孩！哎，该拿你怎么办呢、啊？没有啦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好像蛮有潜力的哦、喔。如果他还能……做一些配乐啊，或者是一些后续之类的，或者是下一个故事这样子，那还蛮好笑的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做的不错，但是那个怪物在找到我们人的时候，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刺激的吓人画面。大概作者不想做的那么恐怖啦。如果比如说小孩子被找到，然后我们会经历一个的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先关掉了，好不好？